谢谢，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两个人老给一个人的掌声，再拍就给你拍的了啊！谢谢啊，真给面子。再一次谢谢大家给我的掌声。嗨，没有这么矫情的，一点都不矫情。怎么呢？这是中国相声界最有人缘的演员。哎，客气了，于谦。是我，我是他的生前好友。哎，生前好友啊，我死了合着。我认识他那天正好是他生日之前一天。生日之前的好友，生前好友，没有这么说的，关系特别的好。是我们俩人闺蜜。你就知道了吧，是吧？对，什么叫闺蜜？我看人演员不都是吗？谁跟谁闺蜜，谁跟谁闺蜜。那说的是女的、哦、这女的跟这女孩闺中密友，这么个意思。那不太一样。你呢？我们俩都爱喝糖水王八、嗯、哎，好嘛，这么个闺蜜。闺蜜啊，我说糖尿病了呢。你最好照着词儿说。哎，对，您这闺蜜哪有词儿啊、嗯、哎呀，来了很多的朋友啊，你看道真不好走啊，还都来了啊。是打心里高兴。哎，有喜欢我的，有喜欢于谦的，都有观众。我也没统计过到底是喜欢我的人多还是喜欢于老师的人多，这还用统计吗？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验。现在啊，现场所有朋友喜欢郭德纲的请把您的左手伸出来。没几个。嗯啊啊，喜欢我伸左手，没什么。好、哦，喜欢于老师的，请把中指伸出来。哎、别介，别介。别伸啊！真有，来俩保安给弄出去。行了，这日子口说您闹事儿啊，到时候。哎呀，我心情倍儿痛快。你呀、啊，不管别人啊，您这我想说右手，我怎么说成中指了？您真是想说右手来了吗？我这个脑子不好使，你知道吗？对，哦，这仨是外边伸去啊。谢谢谢谢。国庆前咱们有这么一机会坐在一块儿，我们这儿说会儿相声，你们大伙儿听一会儿。嗯，我觉得挺好。是啊，听听相声，乐一乐，看看演出，啊，唱歌跳舞喝茶，嗯，看看电影，休闲，哎，都是不错的休闲啊。对，电影最近有一电影不错，看了吗？什么片子？建国大业。啊，您还在宣传这个片子？不，就他也没我一分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事儿。他们也不给钱啊？真的假的？建国大业找我那回，有一电影帮一忙，都是朋友。我说好，什么戏？建国大业 啊, 啊。那是您自己家里的事儿啊，这是。我一想，我以为男一号呢。见郭大，见于大爷，你去。没听说过见郭大爷，我的事儿啊。对，家里的事去了才知道，不是。是他们见郭大爷。也没给钱就回来了。哎，辈儿可上去了。你也没喊过我。我没拍这戏。啊，反正我觉得挺好 啊, 啊，好些个演员大伙儿凑着一块热闹闹的。是郭家过生日啊，我们这一块儿、哎、到底是郭家是郭家呀。郭家就不算国家了吗？是不是啊？挺好，乐呵乐呵，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对，看着这么些观众，我很有感慨。是吗？曾几何时，北京德云社一个人、俩人，对，仨观众，十个、八个的，很少。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是大家帮助我们，不容易。做演员就是这样，不管多少观众，成千上万，也得这么演啊。有一年，我们俩在大连演过一场体育场。嗯，十万观众，啊，那么多，第一排离着我三站地，体育场远，谁都没看见。实话实说，人还没看见咱们呢。啊，对呀、啊。
你这两天怎么了？这是没看见，演什么劲呢？你准喝了糖尿了，你这是。我这闺蜜嘛，喜欢于老师的，请这个。啊，这10万观众太多了。嗯，当然了，我们也得认认真真。当然，很敬业的给人说相声，这是艺德。10万人也是如此，2、3人也是如此，都一样。你不能说人少我就不好好演了，不能够。这是演员的艺德呀。嗯，你出去洗澡去不也如此吗？洗澡？你就一个人洗，你不也在那儿洗吗？哦，池子里泡一个人啊，经理越看越恨疼。是啊。放水。哎啊，放水。这正洗着，一低头有啊，退了潮了，这好嘛，干了池子里头，所以说这不行。那是多少人都得如此，要对得起每一个人。哎，这就是艺德。当然从艺不容易，那是。你看到舞台上的演员，掌声啊，灯光啊，嗯，观众啊，保安呐，这都有啊。啊，对。但实际上来说，舞台后。演员受的罪，好多人并不清楚。哎，很多人不了解。3分能耐，6分运气，1分贵人扶持。哦，这是最主要的了，包括机遇。哦，就是机遇。没有机遇，才华就等于狗屎。哦，就白费了，是吗？就这么些年来，我到今年我干了20年了。是，于老师比我从艺时间还早啊。到明年凑个整，给他搞一个舞台从艺2周年。哎，对，啊。2周年就别凑整了，这全是零了，这里凑整。他是在北京学艺啊，我在天津，两地。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不想说相声，不想说相声。小时候是一个追求高雅艺术的人。怎么叫高雅艺术？芭蕾舞啊，芭蕾舞啊，就那个垫着脚尖的那个玩意儿啊，芭蕾舞。你这是音译，我们是方言。这玩意儿还有方言？芭蕾舞啊！啊，我爱看这个啊！哦，喜欢这个，这给人举起来，啊这个、对，我都乐意来。嗯、您肯定乐意原来那底下的，嗯，你很阳刚。对，废话，弹钢琴啊！我哎呀，打小就爱这个啊！弄一钢琴，人谁跟着啊？弹钢琴跺什么脚啊？跟着。就是卖力气弹钢琴，使那么大劲干嘛？小提琴，哦，这个说实在的，我对，幸亏您没学，嗯，对，嗯，肖邦，嚯，莫扎特，你瞧，牛顿，什么呀？什么呀？就这大音药家们，音药家都好这个，啊、嗯，都穿着燕尾服，对对对，服，啊，没那么长。没有那么长。燕尾服这都弄白褂子，弄这儿弄块黑的也勒上是吧？领结、哎、弄好了，拿电镀的棍儿站着啊，多好啊！这有这，我就喜欢这，这连锻炼身体都有啊。广播体操、哎、多好这个啊！人选手疗法指挥吧啊，多指挥练这个，这连工作再锻炼都有了，省得早晨再上公园去耍剑去了。是吧、嗯、哦，您平常还耍剑。早晨拿个宝剑嘛，上公园就是锻炼身体嘛。啊、哎，这嚯！哎，对嘛，就行了，老离不开这脖子，您这、啊，您这比耍剑还危险呢。自杀剑嘛，宝剑，大宝剑嘛，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吗？练宝剑。对呀、啊，省得去练那个去了，那俩棍儿。单位就晃动去吧，是吧？哦，这就练了。反他们该拉的拉，该弹的弹，他来他，你来你的，是吧？哎、对，满不挨着跟您。后来音乐学院招生，您去了吗？去了，到那儿，哎呦，门口那些个人呢。您也考啊？排队等着吧。好，旁边那门也排队，人少。嗯，我那边吧，那边近，等着还练呢。嗯嗯，准备练声。咪咪妈妈妈，嗯，没准备好练声吗？嗯。到那儿，我心说一进门，教授怎么不得翻开钢琴啊？来吧，对吧？行，您也考啊？排队等着吧。好，旁边那门也排队，人少。嗯、啊，我那边吧，那边近，等着还练呢。嗯嗯，
准备练声。咪咪妈妈妈，嗯，没准备好练声吗？嗯，到那儿我心说，一进门教授怎么不得翻开钢琴啊？来吧，对吧？对啊，练练音阶。等着，到我了。嗯，教授坐着，揣中式褂子，揣中式褂子，布鞋，看见我，把竹板拿起来，来试试，试试来啊。快板儿，曲艺团招生啊，在那里头曲艺团招生，旁边俩门挨着嘛。哦，上当了，抢学生，在那儿学相声。哦，从那儿学的，学这么些年，哪这么容易呀、啊？干哪行都不易，最难就是这个了。是，站台上说相声还得乐，当然啊，还得爱听，嗯，而且还得乐。你说这最主要这个乐，你不乐，这演员没法下去，不好意思的。你不像干别的，嗯，你唱歌来大腕儿。嗯，唱啊，跟他练的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唱完了，您不用乐。哦，你乐完他唱错了，那是。那倒是，对吧？大腕儿这儿一唱，爱听不爱听，到最后礼节性的掌声，鼓鼓掌，拍一拍大腕儿，鞠躬下去，哎，拿月票回家了。哎，大腕儿没挣到钱啊，不是都能挣钱的。那倒是，说相声站这儿好三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个乐的没有。哎呀，怎么舔脸往下走啊？寒碜了，这跟电视台的都不一样。电视台，电视台录相声那个好弄、啊，是吗？有去过电视台的哦，反正有人带着鼓掌呗，还有人带着鼓掌，犄角旮旯都堆好了，有人带着鼓掌的。嚯、哦，俩说相声穿着西装领带，嚯、哦，哎，走啊，嗯、那儿就站起来拍，这就鼓掌，满堂的掌声。嘿，今天哇。这味儿还鼓掌呢？俺们两个人哇、哎呦，说一相声哇，这好嘛？说的不好哇、啊，说的不好都鼓掌啊！你看今儿多好啊，没什么鼓掌的，这不都鼓掌了吗？现在当年不行，当年我说相声，我一上场观众就走，不看。十六岁那会儿啊，啊，长得不好看，现在也不好看，啊哎、好多了。现在看惯了，我现在长开了，你知道吗？以前攒着呢。嗯，好多人都夸我说长得倍儿下饭。嗯，嗨，金看，跟咸菜似的。金看，知道吗？啊，我一上场，嗯，这观众我呜就出去了，都躲着。一鞠躬，我下来，哇，他们都回来了。这好，约翰他们回来，我一扭头，哇，又出去了。哎呦，嗯，怎么这样呢？把我倒落一好身体，是、嗯、吧、哎？对。正来回来去了，出来进去好几趟啊，是吧？真的不没法弄啊，就这么不爱看。小时候在曲艺团嘛，跟曲艺一块儿，嗯，大姑娘们唱大鼓，哦，观众们特别喜欢啊。你想啊，大姑娘们腰没打鬓，穿旗袍啊，这气儿都开的嘎着窝着。哎，好嘛，配着俩门帘子就出来了啊。两边的票卖的那好啊，是吧？那就不是看大骨的了，那是看大腿的了啊！人有人看的，咱有什么可让人看的？没有可看的吗？就说是呢，人家跟那儿唱大鼓，当时我在天津嘛，小时候，嗯、啊，观众上花篮，对，喜欢演员上花篮，这有的唱的真不行啊，不好听，没板凉调，哎呀，词儿多记不住，弦高了够不着，全没有，唱成那样，观众还上花篮，一百多花篮，嚯、哦，我这么卖力气，我连个花圈都没有，这好嘛。也没有上那玩意儿的，这怎么弄啊？这个 啊，也不挣钱。后来大伙儿说参赛去，啊，说相声参赛，哦，参加大奖赛，相声大赛去了，回来你就行了。可以啊，去吧。嗯、啊，我很少比赛，我就有一年参赛，我伤了心了。您去过山西刀削杯相声大赛？哎，刀削杯，人削面赞助了，刀削面馆赞助的。你看比赛都有头里有一罐儿，有名字啊。怎么叫？不，那就是谁写谁名字，谁花钱了。哦，谁赞助了？山西刀削杯、四川担担杯，对吗？啊，陕西油泼杯、北京炸酱杯、天津打卤杯，这好嘛？都是净饭馆赞助的，合着啊。我一听，嚯，嗯、啊，山西刀削杯，哎，那典型的。这相声听着很有食欲啊。哎，对，去吧，嗯，参加比赛去了。哦，专业组我第一。那不错呀，成绩啊，专业组第一，完事有问答题、哎、哦，老师评委跟那问，嗯，1982年，嗯，北京大兴县副县长的岳父叫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上哪儿给他答去？我想了又想，你问这玩意儿跟说相声都没关系。太对了，跟谁都没关系。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不是，我说你们这提出的你们太外行了啊，你们以为啊你们这晒黑了就不是白痴了吗？啊啊，我说你们这堆评委啊简直下三滥，嗯，哎，下三滥，结果评委们报警了啊，说我泄露他们机密，这好嘛，啊，真下三滥感情是。嗯嗯，当然起我再没有参过赛。哎，您近点别去了啊，那这干点别得吃饭呢，得活着呀。有段时间我们说相声都出去给人主持婚礼啊，有干这个的啊，还有串歌厅，歌厅这都有，是歌厅人家晚上演出我们给人说个小节目啊，哎，做个主持也不挣钱，一晚上给一百，反正能糊口。你知道那会儿我多羡慕歌厅的女工作人员了，怎么呢？人家一晚上好几百，嗯，哦，我们学这么些年，我们还才学了100块钱，他都不用学，他挣好几百，嗯，啊，您不用学也挣不下来，嗯，你学过吗？没有，啊，没有，啊，我也不羡慕这个。后来我说不挣钱呢，嗯，后来有人说你得唱个歌，我说我也不会，我到现在我对唱歌我都不灵，不能唱歌，唱我跟于谦比不了，于老师唱歌跳舞都会，我就练过一点，没事两口子跟我来个 nobody， 哎，对，这我们俩来什么 nobody， 还有街坊呢，哎，这好，我们大联欢啊，我不行，到现在我也不会唱歌，哦，我说干脆我学点跟传统艺术有关的吧，啊，可以呀，啊，我发现那变脸我呢。哦，川剧的那个变脸吗？啊，你拉个云手啊，往这一站什么的，好歹还像呢。那可要功夫，花钱，关键是怎么变脸简单？哦，无非这身衣裳包括里边装置，嗯，带着几张脸子啊，有机关。我记得那年买可能是20000块钱一套，嗯。哦，一套。我找人划价去了，啊，都一块不错。我说老师您受累便宜点。哦，我就5000块钱，啊，一半，给你吧。嗯，都不错，衣裳也一般啊。啊，不是绣花就素的，哦，我给我几张脸子，对啊，哎呀，5000块钱要什么脸子啊，这就不要脸了，嗯，摘几张吧，嗯，摘人家使剩下的，哎呦，还有一张画坏了给我了，画坏了怎么用，画了张曹操，哦，大白脸，哎，是没画好，那像像屁股，哎嗨，这位手艺太差了，得得给你吧，哦，我也真使剩，拿着就走了，真用啊，晚上上歌厅用上了吧，怎么用啊，出来之后一亮相头一张脸就是这屁股，嚯，藏啪出来了，这张变出来，观众鼓掌，好爱看，变脸带杂技，你看拿大顶了，你看了吗，谁说的没有这么快你知道吗，他们以为穿着开裆裤来了呢，嗨，把那脸趁早啊给人，你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啊，不挣钱得活着呀，还得想辙呀，上有老下有小的啊，是不是，后来想起来，有朋友说你拍广告去吧，广告，我说我这样的能拍什么广告啊，也许有的人用啊，可以可以可以，啊，最近有一广告啊，就在这个东北长春，哦，你去吧，嗯，在北京化完妆，化完妆换上服装走，会那么急呀，啊，去吧，给多少钱，啊，5000块钱，不少，那个年头5000块钱不少了，是找着那化妆那儿，嗯，我说老师我长得比较黑一点，哦，您受来给画画，画吧，化妆乐了，嗯，啊，嗯，你这啊你这还白呢，嚯，这还白，给他抹，抹什么，黑油彩，抹了一脸都黑了，哎呦，换上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给张车票走去发东北去了，这就走啊，去吧，嗯，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那是所有人都纳闷，嗯，好家伙，嗯，这晒成这样了，这是晒的吗，一个个车厢往前走啊，有一个车厢四个武警压着一犯人，哟，这主杀人连环杀人，重刑犯给逮着了，这一送到地儿就枪毙，哎呀，靠着料子分这死刑，这人完了啊，精神也崩溃，准知道活不了，嗯，我打他跟前过，嗯，他看了我一眼，嗯，嘿，他看见希望了，哎，对，他找着自信了，去吧，啊，到东北找个地儿，见着导演，我是那演员，我来拍广告，啊，哎，5000块钱，嗯，啊，行，可以，这个吻戏你愿意吗？哦，可把我乐的，你这哪说理去？谢谢谢谢导演，去吧，嗯，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那是，所有人都纳闷，嗯，好家伙，嗯，这晒成这样了，这是晒的吗？一个个车厢往前走啊，有一个车厢四个武警压着一犯人，哟，
这主杀人，连环杀人，重刑犯给逮着了。这一送到地儿就枪毙。哎呀，靠着料子蹲着，死刑。这人完了啊，精神也崩溃，准知道活不了。嗯，我打他跟前过，嗯，他看了我一眼，嗯，嘿，他看见希望了。哎，这他找着自信了。去吧，啊，到东北找个地儿，见着导演，我是那演员，我来拍广告。哎，5000块钱、嗯，啊，行，可以。这个吻戏你愿意吗？哦，可把我乐的，你这哪说理去？谢谢谢谢导演。就等这个，这个这条不要钱。啊，这白拍，嗯，吻戏可以，可以答应，能拍。啊，好，嗯，把那狗拉出来。哎，啊，跟狗接吻呢？我说这不行，这怕它咬着我啊。对，那倒是，先拍别的吧。嗯，拍别的好，先把那拍了吧。什么呀？很简单，很简单啊。嗯，八宝粥的广告。哦，喝八宝粥喝完了，好，对，就完了啊。我说那可以，嗯，我一个人，不，有个女一号，好啊，啊，来把女一号放出来，放出来，放出来，打那边笼子里边弄出来了，啊，一猩猩，啊，哦，带着猩猩，我一看就急了，我说这猩猩公的，嗨，啊，这也就你能看出来啊。我是因为跟你待的时间太长了。人化上妆跟他像啊，不是特别像。人就说开始啊，很简单啊，就是我一搂着猩猩，打开这八宝粥给猩猩灌去、哦，然后这一喊好，哎，就完了。那可不，导演一说开始，嗯、这猩猩一把把八宝粥抢过去了啊，打开了一个我这脖子，哒哒哒，你灌下去了。我说导演，咱重来吧。啊，不，挺好，挺好，这挺好，谁灌谁都一样。哎，这好嘛，他都不挑。广告播出去之后啊，所有观众都来电话啊，那俩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好嘛，分不出来了。哎呀，我管他那个去了啊，拿着5000块钱回北京，这就挣钱了。跟朋友聊天，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成功呢？嗯，朋友里边真有明白人，北京，你必须要上春晚哦，春节联欢晚会，否则话你不能够成功，是吗？一晚上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你了。哦，你得上春晚。我说我不认识人家。嗯，我带你去。他认识、啊、你呀、啊，拿点钱，我介绍你认识那导演。好啊，我说多少钱？嗯，你拿10000块钱吧。10000？我说我就5000块钱，刚挣的。1500块钱交房钱。嗯，留出点来买方便面啊。呵，那你这样，你先拿3000块钱来。嗯，剩下的等你红了再给我。哎，可钱要。给他3000块钱、嗯，带着我见导演去。嚯，一见我就急了。怎么呢？假的。怎么见得？这连大胡子都没有。哎，好，就长大胡子才是导演呢。就别说话，别说话哈，别说话啊！那大胡子逮起来了啊，这不是？哎，对对，是大胡子都逮起来了。嗯、哎，什么话这？哎、我说这个，我想上春晚，我不着急，有的是机会啊。哦，先跟着忙活忙活吧，干点事儿啊。天天有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完成。什么事儿？我说我干什么呀？嗯、啊，我这有条狗，你给我遛狗去吧。给导演遛狗去，天天遛狗，一天到晚啊，哎、伺候他吃。呵，哎呦，这狗啊，一走一停，一走一停，什么毛病？我给送表铺去了啊啊！找一修表的师傅，您手里看看这个啊，一走一停，这怎么回事？这个亏你想得出来啊！我这看看，擦擦油泥，擦擦油泥，狗给归置好了啊、嗯！我说谢谢您吧，嗯，多少钱？嗨，这也不叫钱啊！你是见天给谁遛狗？我说我给导演遛狗、哦、啊。我这以后我红了，我好好谢谢你。呵啊修表的挺高兴。啊、行、啊，看你这面相就不错，啊，真会说话。咱们算是有缘分吧？可以，祝你成功。不要钱了，啊、挺好听、嗯。咱们都一样。什么？咱们俩有相似的地儿。哪儿啊？咱们俩都是狮子座的，啊，狮子座吓我一跳啊！我说怎么改狮子座的了啊？谁说您狮子座的了？我一问人告诉我不是谁说狮子揍的摩羯揍的水瓶揍的白羊揍的是吧处女揍的、哎、都哦您都这么理解这问题啊外国人的话吗摩羯揍的是吗啊没摩羯做的、啊、做的啊你这样子揍的是这是星座您打那清楚了再说吧就星这个是吧星什么呀、哦、星座我说我这个性格没问题你性格没问题是吗会成功的记住了持之以恒坚持从你的星座反应上啊啊你日后必成大业嚯、哦、你看人说我这我回去吧啊回去我跟导演那死磨硬泡啊我说我一定要成功
好，知道吗？我狮子，哎哎，对吧？嗯，拿老家起誓，没有没有没有，嗯，是我狮子坐的啊，我坐狮子那儿了，我啊，坐狮子那儿了，我坐哪儿了？多悬，您坐星星那儿啊？我坐星星那儿了，那不回来了吗？别说这个了，您不懂。我不懂，但我知道我得上春晚啊，我要成功啊、嗯，努力吧。好，天天现场很多的工作都交给你，嗯，搬盒饭、送盒饭、倒水、擦地，好，净打杂了，归置东西，净干这个了啊。后来我又一想，中国这么些说相声的，嗯、啊，哪一个不都削尖脑袋往那儿去给人打杂去吗？那倒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条件的。您这不错了，我成功了啊，天天现场跟着干活，嗯，我得看看什么，找机会。哦，哪个节目适合我？看出来了吗？京剧不适合我。怎么呢？唱戏来龙套都得学个七八年啊，得下没法蒙。嗯，芭蕾舞啊不好蒙。怎么垫着脚尖你一般人来了吗？哎，对，您了解这个对吗？唱歌他得练啊，唯独说相声门槛太低，是人就行。是吗？您普通话差不多就能接受，就能说话，就说你是说相声的。嗯，你哪怕带点方言，你南派笑星，知道吗？哎，这好啊。卖方言就南派笑星，唯独这行最好算人了。是啊，都是揍的吗？都是。哎，对对，不是啊。嗯，等着吧。嗯，我一看现场有一节目特别适合我。什么？有一个68人的一相声啊，68个人相声，大伙儿一块儿喝，就现场有布景，嚯、哦，有山有水有飞机有坦克，这是相声吗？打这边机关枪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打出10个说相声的去。嚯、哦！打那边坦克砰啊，轰出一帮说相声来。哎呦，山上大崩弓子，啪啪啪、啊，一大堆说相声的。哎呀，水里边蹲蹲蹲蹲蹲蹲。啊，打上面推各式各样的，全出来了。68个说相声站一块儿，大伙儿一块儿说：“咦，我们怎么晕了？”哎，哦，说好给全国观众100年啊！哎，这节目就算完了啊！哎，这就完了。我一看，这太好了，这你行，不需要技巧，不需要智力，不需要素质，不需要脸。哦啊，对对啊，什么都不要了。这个你缺心眼儿都能干的，这个那倒是。我找导演去了，我说、嗯、我说我来这个吧，啊，你演这个不行，这60来位都有背景，啊，都有来历，都有关系。多、啊、的谁不干了，你得来。哦，等着吧。嗯、那天现场彩排出事了，怎么呢？那大炮不打出说相声来吗？啊，砰啊，砰，这打完了，打山上人人人往下蹦说相声的，哦，跳下来，有一主跳下来没跳好，吧唧一下子摔在那儿了。哟，万幸，没事儿，摔死了。哎，啊，摔死了叫万幸。我找导演去啊，我这短一名额。是，我来吧。你来吧。你来晚了。怎么呢？把他推下，那人已经替他了。哎，嚯，竞争太激烈了，这玩意儿。哎呀，你们这个行业太残酷了。就说是啊。嗯，这怎么弄 啊？天天现场干活，累得跟孙子似的。啊啊啊！没想到那天突然间出一大事儿。什么事儿？彩排好几千观众站那喊，哦，正欢呼呢。嗯，有一女观众现场生孩子。嗯，生孩子，把我气的，嗨，乱了哄哄回家去，跑这生孩子了，没人管，就是我。哦，打电话叫车，送他上车，弄医院去。你就干这个的吗？哎呀，回来之后心情很郁闷，不高兴了。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来呀？净干这事儿，找我那朋友去。3000块钱退给我，哎，我不干了，没用。到现在我一点模样都瞧不出来啊！是啊，我什么时候能成啊？嗯、啊，我什么时候能上春晚呢？是，朋友乐了啊！就你这个心态，你都成不了。什么心态？知道吗？你必须学得心怀宽广哦，而且来说脸皮得厚，脸皮厚，脸不厚你哪干得了这个去啊？取经，找着有明白人吧，教给教你。什么叫明白人？想哪有明白人？谁明白人呢？脸皮厚，谁脸皮厚？哎，嗯，那天现场生孩子的大姐脸皮厚，哦，好几千人看着她生孩子，哎，人都不在乎，啊，多举气这玩意儿啊！什么叫举气？啊、就是那么耿直啊！啊，找她去，找她去，买东西到医院，嗯，看她去，啊，一进门她坐着正哭呢。哎呀，太丢人了！他也觉得春晚现场好几千人跟那儿，我生孩子 啊！我说大姐，你别别扭，不要紧，不叫事儿、啊。那年申奥成功，天安门广场前面还有一生孩子了，哦、那也是我，全是他。